其实刚才张丽慧老师往台上一站的时候，底下的掌声就告诉我不要再上来给她报幕了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悉了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介绍一下，张丽慧是我们大华府地区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，她的歌声就如一杯甘醇的美酒，让人爱恋，让人喜欢。那么今天她还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首歌曲，有请。雪是柔，我依然